据台湾媒体报道，2017年的第一天，准妈妈林心如到六月家中做客，和六月的两个小孩小 Star 和 Shining 见面。看到 Shining 一双超萌大眼，头上绑着大蝴蝶结发箍，忍不住大喊：“这么可爱的小天使，真舍不得放你回家。”称赞六月实在太会生，也完成了小 Star 的愿望，让他见到心目中最漂亮的格格。影片中，林心如拿着手机里的照片问着小 Star 是不是格格，连续问了好几次，小 Star 似乎认不大出来，一直看着照片傻笑。六月也补充：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格格耶，你每天都吵着要看格格啊，是不是格格？不是，我是格格，那我是谁？你们叫谁？我是谁？你会不会唱格格？你会不会唱格格？”啊啊！那还有谁？这是谁？啊，这个肉包哥哥。是不是哥哥？是不是？你第一次看到哥哥本人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每天都吵着要看哥哥啊！口水都流